小学鸡连烂字都唔识。啲老嘢真系黑人憎，乜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。好啦好啦，你哋一人少句啦。为咗出炉港姐冯盈盈个妈咪似嘅男子嗌交，值得咩？冯盈盈妈咪似边位？陈淑兰选过港姐冇人识。你冇听错啊，一班高登仔日前真系为咗男子吵，不过就唔系争女神、啊。冯盈盈妈咪似晚吹总有一只喺身边嘅主持噃。唔好话讲错人哋节目个名啊！呢位网民连男子个名都啱唔出，搞到俾唔少巴打围攻啊！原本讲紧冯盈盈同冯妈妈嘅铺，咁就变咗围绕住男子嘅唇舌之争啦。唉，识又好，唔识又好啦，喺度 FYI 翻大家啦吓，咪睇男子依家喺 View TV 主持节目，就以为佢只系个主持啊！我选个香港小姐都冇人记得啫嘛。系啊，88年即系李嘉欣攞冠军嗰届，男子就系隔篱个亚军兼最上镜小姐得主啦。以后要记得男子选过港姐啦。